松哥，对唔住啊，你唔好咁对我啦，我唔可以冇咗你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哥。最近呢，我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关于我的男女粉丝比例不对称的这件事情。虽然这件事情已经困扰我有一阵时间了，但可怕的是，当我想努力的去改变这现状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竟然无从下手。究竟是因为我不够骚，还是因为我骚过头了？我甚至找不到原因。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与男粉丝们彻夜长谈之后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从来没有让女性观众们真正的了解过我。难道我缺的是英俊吗？确实是，但是我更缺的是一个能让别人快速了解我的渠道，缺的是一个制作精良的简介来做我平时视频的片头，可以在视频的前一分钟就快速的抓住大家的眼球，产生点个关注并且继续看下去的欲望。于是我整整准备了三个版本，今天就请大家来帮忙点评一下哪一个版本更加适合我。麻烦大家喜欢哪一段的话，可以在屏幕上面扣就它了。学健身，关注我就对了。实话实说，这是我最抗拒的一个方案。阴沉的画风加上面瘫的表现，让我很不满意。而且除了秀秀身材之外，根本不能给观众传递任何有效的信息。我还是希望以一个比较阳光、比较正能量的形象去面对大家。而且我相信这一点的话，应该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崇，今年24岁，来自广东，性格活泼开朗，见人就笑，健身是我的爱好。同时也是我的职业。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这痛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，陷入深夜我期盼天明，晕空的泪一如冰冰。学健身，关注他就对了。还行，但是感觉还是缺少了一点什么。如果能加上一些经典桥段的情怀悬念，再融入一些广东话还有爱情的元素，是不是会更加特别，更加亲切一点？哎，帅哥，要不要帮忙？不用，我等虫哥。虫哥？虫哥是谁啊？哎，虫哥来了吗？虫哥，虫哥我不认识啊，我是新来的。虫哥，喂，峰哥，这个虫哥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这么厉害？虫哥都不认识，真是新来的。阿崇泡妞无数，是出了名的，是我们所有教练的眼中钉。他优雅的体态能散发出诱人的魅力，让所有女会员都无法抗拒。他之所以叫虫哥，是因为他那双令人心醉的眼睛，就像是暗夜里的萤火虫。他是众所公认的情圣，我们极客健身的灵魂，无人不知。无人不晓的哑铃王子阿飞，你做咩啫？而家你扯啦！你又做错咗啲咩先？你冇错，你对我好好添。不过而家唔中意你啊，大家都唔啱 feel 嘅。咩唔啱 feel 啊？我可以改嚟罩你啊嘛！罩你老母啊！一个 AM， 一个 FM， 大家都唔啱 channel 嘅。
我可以为你转 channel 的，自己老母啊，我的演艺证啊，阿飞，他泡的都这么水的吗？阿崇，崇哥，哇，是个正点。崇哥，我买咗个哑铃送俾你啊。你买只哑铃送我做咩啫？乜你觉得唔够咩？送间健身房俾你啦。咩？你以为我攞你啲哑铃，攞你啲健身房就会开心咩？唔系啊，崇哥，人哋爱你先咁做啫嘛。原来爱系可以用钱同埋物质嚟衡量嘅咩？唔系啊，崇哥，你误会咗啦，我唔系咁意思啊。我对于你呢种人好反感啊。唔系啊，崇哥，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系我唔啱。你请啦。崇哥，对唔住啊，你唔好咁对我啦，我唔可以冇咗你噶。你唔请系咪啊？我唔请。我请。崇哥，崇哥，崇哥，崇哥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纯粹是在享受泡妞的过程，捕捉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。能不能泡到妞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崇哥好屌啊！学习生管住他就对了，救他了。不是啊，水哥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误会了。我叫你水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怎么谁啦？我做错咗啲咩先？你冇错，你老好，你放个下一个。